点开这个网站，然后往下滑，玩命点鼠标左键，不停地戳这行字，然后选第三个选项。这个不用意大利的这个医疗卡也是可以申请的，打完第二针就可以申请了。然后啊，我来告诉大家这都来填什么。第一栏填税卡号，就是每个人都有了小绿卡，没有那个小绿卡也有张纸纸啊，就那个号给它填明白就行了，这是第一栏。第二栏呢是打针的日期，你什么时候扎的针呢就填什么时候。第三栏呢，这个语言选择一般有个英语、意大利语，反正我选的这个，其他的要是你牛逼呢选个德语啥的也可以。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验证码啊，照着你自己那个自己打一下就可以了。最后呢戳这一行蓝字啊，稍等一下就出来两个蓝字，左边这个蓝字呢就是一个 PDF 表格，右边那个蓝字呢就是纯二维码，给大家来看一眼。这就是那个 PDF 啊，上面会写了你的所有信息以及你的打针情况。你准备出门嘚瑟的时候给他看一下这个欧洲嘚瑟码下面的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最后唠叨一句，就是这个码呀，第二针的时候这个码你才可以在欧洲嘚瑟，第一针呢可以在意大利嘚瑟啊。怎么看呢，把这张纸纸反过来，这儿写的2-2是打了两针，2-1就是打了一针啊，一针呢不要到处嘚瑟，意大利嘚瑟嘚瑟就行了。估计大家都看明白了吧，啊，那就关视频吧，拜了个拜，祝大家生活愉快。